民俗抢先看。现在张开啊！在咱的咱指南宫的神庙的头前，这庙的前面哈，备来做这个收煞，还有开庙门的这个仪式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他手持的是宝剑哦，宝剑这个降妖伏魔的宝剑。然后呢，另外一边呢，他刚手有拿一把伞，这个伞呢是钟馗爷的治鬼神器哈。这个伞呢可以收一些五方外煞，还有一些鬼魅。圣东兰还是真好嘞啦。咱真好嘞，就甲四方有讲啊，咱即卖准备要开庙门啊，不好的物件啊，你该闪紧闪。有人问说，钟馗旁边的小弟哦，因为今仔日钟馗爷伊今仔是来开庙门的任务，啊，一般咱伫庙会顶头老的咧看到，那个是钟馗抓鬼的这个这戏出的概念，所以性质不同。今仔咱钟馗爷是来遮开庙门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一般正头看到钟馗爷会带五个小鬼那个。不适合今天的场合，今天你站起来，现在钟馗爷开庙门的吼，所以任务性质不同，哎，这样子。指南宫香火鼎盛，香火鼎盛，开庙门那一刹那，来，现在钟馗爷准备哦，开了，哇哇，开了！所以第一个走进去的我们钟馗哇，哦，打开了哦，那中门开完了，快开这个两边的，两边的门。中门龙虎门打开，哇！开，还可以进门啊！哇！龙边的门开，龙门一开，再就是虎门。来，我们虎边的门哦。开！我们参与到历史性的一刻了。30年才有一次的画面，哇，好庄严哦！这唔拿20-30年，这唔拿20-30年，这起一间庙，这是百年，三代就可能拄着一间。好，那我们旁边呢？钟鼓楼的门，钟鼓楼的门也是要有钟馗爷来。其实咱这边开庙门，算讲拢真非常谨慎，而且慎重。谨慎每一扇一扇门都是要钟馗爷亲心来开。谨慎。好啦，咱这边门，我看见青龙，看见吧，青龙。现在钟鼓楼的门，哇，大家这么近，钟馗爷来开了。是的，大家这么近距离的观看我们开庙门，实在是很难得哈。好，现在钟馗爷
大四门拢开啊，即卖为中门指标。哇，第一个走进去的一定是我们的钟馗爷哈，钟馗爷现在进到庙内了，他会来巡视走一圈哦，拿着他的这个治鬼神器条嘛，他的宝剑还有他的伞哦。开！哇开！咱即卖主楼嘛开咯，打开。开庙门开咯，安尼一切完完蛋嘞。这个炮放下去，不跌掉，不跌掉。今麦咱钟馗啊，又搁行到咱白老家。哦，今麦无同哦，今麦钟馗啊，剑甲河山行咧啊哦。剑拿出来了。甲咱一开始的气氛无同哦。哎。扇子跟拿剑哈，跟伞不一样的哦。有没有？哦，我头前文文来跟你讲哦，我今麦钟馗啊出来，甲剑的山拢，哎，河山拢行出来哦。这边都是要修啊哦。气势就感觉是不一样了，跟整个气氛都不一样。现在呢，我们呢已经开开金门，然后也把这个炉打开。哦，哎，为什么钟馗爷要把宝剑留在地上？那钟馗爷呢？拿着手上这个天地扫，扫除不好的这个煞气，还有不好的鬼魅。现在神尊在安坐哈，我们神尊即将要请到我们镇安宫的大殿，新庙的大殿哈，进哦，进哦。进哦，哦，有很进哦的人，招财进宝，短发仔啦。熊帝公的指示呢，是到泉州哈，泉州的天后宫来请这个妈祖娘娘的香火。那这里呢，还有一尊非常特别的泥塑的这个妈祖娘娘，是来自我们天津的天后宫。阿官，不是阮家咯，大部分阮家太祖官水，伊拢发桥俩，无发人，发桥啊啦。啊，人无法，啊，但是伊才拄啊上底啊讲的机动有法，有法法人，啊，即嘛，那普通阮以早甲即嘛啦，拢是法桥尔，啊，人无，哎哎哎。哇，有看到这个画面的各位朋友，真正是福气啦。哎，南宫沙呆去一间庙。今天呢，我们亲眼见证了钟馗开庙门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县长也到现场来支持我们的科仪圆满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的林清云道长就在现场呢做最后的这个安坐的仪式。啊，今天在线上支持我们、有帮我们直播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的大家，大家都平安、短发财，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。